可恶是物。哎，不会念要问哦，说重力加速度训练。哦，重力加速度，咻，这样。现在头晕，是不是？头晕训练。头晕训练。嗯，噔噔噔噔。那是什么？那是看书，这个是紧急逃脱训练。紧急逃脱训练。对，紧急逃脱训练就是当他们如果遇到危险啊，哦，要怎么样赶快离开危险的环境，哦，所以要赶快做一个紧急逃脱训练，不然危险发生，例如火如果烧起来没有赶快走会怎么样？受伤。会受伤啊，会被火烧到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那个时候就要赶快做一个逃生的动作。对，哦，这里吗？对啊，然后镜头都一直拍到妈妈穿内裤训练。那是什么？太空人的脚印。这个是密闭空间。好，适应训练，密闭空间，密闭空间是训练，适应训练，适应训练，饥饿训练，一二，哎好。